现在示范16克迷你 CO2 干瓶供应组的组装方式。将挂架挂于鱼竿旁，锁紧调节器，将抛弃式干瓶固定于调节头上，用力刺破，打开风管螺帽，穿过风管，将风管固定于调节器上，锁紧螺帽，放置干瓶架上，风管接于溶解器上，将溶解器固定于鱼缸内，打开调节器，使 CO2 缓缓进入，充满溶解器后迅速关闭。以上是16克迷你 CO2 干瓶供应组的组装方式。现在示范16克迷你 CO2 干瓶供应组的操作方式。先将组装好的溶解器置入水中，固定在玻璃缸壁上，将干瓶置于干瓶架上，打开纸气塞，将溶解器内的空气排出，再将纸气塞盖住，慢慢打开调节器，将二氧化碳注入溶解器中，等第二次溶解器满后立即关闭。